都是都求过道，也都是在修道办道，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来这边，大家一起来参加这青少年国协圆习益乐营。要了解一个家的结构，父母亲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父母亲呢，他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说啊，父亲，比如说平常啊，他关心我们啊，照顾我们啊，有时候呢，为了啊抚养一个家，到外面呢工作啊，非常的辛苦。母亲呢，好做家事，或是说有的同学啊，早上去上课，下午下课回来，有的父母亲都还亲自接，有没有？一定有。所以说呢，这都是可以说是现代。我们胡姐姐说开始，我们就开始数啊，开始，不要出声，心里默默的数滴答滴答，数到30秒的人，请起立。可是你们有没有一起起立啊？有。糟糕，宇宙间有没有一个真理？有没有一个最正确的？有没有？有。那我们如何来判断呢？猜拳啊，用打架了是不是？在这边呢，跟大家呢共同研究八德故事啊。我们今天哈，我们这3天来这边的目的在干什么呢？我们读书的目的在干什么？求道。啊？来这边求道？来这边求什么道？他会不会给你啊？你说仙佛慈悲啊，我肚子饿，请你我放学回来没有饭吃，请你给我煮饭。他会不会给你煮饭啊？会不会给你饭吃啊？你说仙佛你很慈悲啊，你老慈悲啊。